菜店的老板，跟我一起唱念问。还32号。请问，我可以找你一起唱念你爸吗？哎，不是，念卤味。念卤味啊！你在录影吗？对，我在录影。现在在录影。没错，我在录影。没有办法念卤味，因为为什么？念卤味，念卤味，念念念念念卤味，念卤味，念卤味，念念念念念卤味，念一个。你要加什么料？你要加什么料？很难呢。你问。我想吃鱼饺，我最爱吃鱼饺。那你就念一个鱼饺，念一个鱼饺，然后你要再念一个什么？你要选两个料。念一个鱼饺，念一个海带。那就念一个鱼饺，念一个海带。捏成一顿大餐开动啦、啊！捏成一顿大餐开动，对对对，你会吗？你会吗？捏一顿大餐开动啦、啊！好，你学起来了吗？没办法，太难了。捏卤味，捏卤味，捏捏捏捏捏卤味，对对对，捏卤味，捏卤味。捏捏捏捏捏卤味，捏一个鱼饺，捏一个鱼饺，捏一个海带，捏一个海带，捏成一顿大餐，捏成一顿大餐，开动啦！你要吃什么？什么称呼？跟你握手，可以握手，可以叫我星星，小星星吗？小星星，亮亮的那个，哦，天上的小星星，对，你下次再来，没问题，我要先点餐诶，好。哎，你们是几点开到几点啊？我们是5点到12点，晚上12点，对啊，所以什么时候休息？晚上12点，礼拜六休息，休礼拜六而已。哦、好可爱呀、啊！什么好可爱？你长得很可爱耶！佩奇，是你今天要吃的所有的东西，不止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，但你不要就是各来一样，这样我会有点辛苦。没关系，那我就决定各来两样好了。